哦，开始，走开。OK，好。那你这画这条线的原因是什么？这条线是一个什么原则没有？角度不一样，不可以放。对，角度不一样哦，角度不一样。你的入射角没有等于反射角。贝贝，主播，画的不够标准。没有加这个。对，你可以把这距离加出来，让他们画完。这条距离等这条距离的时候，我让他们会准一点，对不对？对。啊。那 OK 吗？闭嘴。最后会画了吗？应该吧。两条线。啊，所以他们成像距离会在哪？成像距离在哪里？成像会在哪里？来，俊，振宇，来，振宇，振宇，俊宇，那在左边哪一只那一边？就是你啊。左边 F 吗？在左边 F 吗？不是啦。不是吗？来，我们换。不是啦。停，我们延伸一下这条线。那。它会在这里，这边。好，左边 F 那边的附近。好，它会正常在这里哦。所以那焦点，对，这是成像位，焦点在这里啊，这是成像位置，成像位置。可我要问一下，什么？成像位置是不是？对，说不定已经差不多秒错了。可我要问一下，这不是面镜吗？可是成像位置怎么会在后面？就是这是一个镜子，然后像位置在这，那我看，请问一下，你现在看到的是雨？我没看到是雨。啊，这样子呢？没有。没有，你先问志宇有没有看到这个？两张都看到，两张都看到对方才算了。你想办法拿着镜子去看到悠悠。哦。看到没有？我看到志宇，我看到志宇。好，你看到志宇，又看到轩宇，他们在。等一下，这边吧，是在这边吧？等一下，志宇是指我还是他？志宇啊，我。我看到悠悠了。你看悠悠是不是在这边？是不是在这镜子里面？对啊，我看到。对的，那在镜子里面啊。不是吗？可是他实际在这样讲的哦，就这样讲啊。好，我们刚看到这个东西的成像，就是他们下面的镜，像在镜里面。玻璃不够高。好，那我们再按照刚刚的做法啊，我把这个下往外移一点，我移到这边来。它成像会在哪里？当然移。来，它会。粘不上吸一下，来牵着上吸一下。不用了，我已经试好多次拉移。好，你要往星星画线。水。它都有反弹。对，所以它线会在哪里？我还要往上，往上。哦。是在这里。贼。越大越小。越小。越小。贼。越靠近焦点还是越远离焦点？越远离焦点。来讲清楚。越靠近焦点还是越远离？越远离焦点。来，大家念。刚刚红色在这里成像，现在红色在这里成像。虚焦点，虚焦点，对，凸透镜头虚焦点。越靠近焦虚焦点哈，越靠近焦点。好，那也就是我如果再往外移一点，移到这两个的话呢，我们可以预测它成像位在哪里。在就。再往下一点哦，会在这里哦。那如果再远一点呢？它成像在哪里？等。是几乎是焦点的位置，虚焦点的位置。对啊。清楚吗？那我如果往里面靠一点呢？在这里。在成像在哪里？就是很上面。啊，会靠会大概这样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大概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有。好，越靠近近心，越靠近近心，越远离近心，它就在这里，在越靠近虚焦点。所以凸透镜的好处哦，这两个凸透镜，它都可以把成像位置控制在镜面跟虚焦点之间。懂吗？也就变很近了。哦。这样你可以做个实验，你可以说我现在我近视，我看都看不清楚。可是我只要拿个凸透镜在我旁边这里，我可以把我后面东西完全看得非常清楚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成像位置几乎是在凸面镜的后面这里面，我的这个距离我是看得清楚的，懂吗？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车子开车的车子几乎所有镜头做成一个凸面镜？有点出面，你第一个是可以看得很广，第二个可以看得很清楚。很清楚。OK， 凸面镜成像在某里？没有问题。太好了。可以来分享。好了，那我们就继续做简单机械的课程了。为什么不是说什么那个太阳看聚焦的实验？没有这样的实验，你误会了。老师，我们继续燃烧一下。什么叫一倍至两倍？一倍就是 F 跟2有一个时间去那个啦，我要做太阳聚焦实验。哎，第五题说了吗？啊？第五题。第五题说了。第五题。这个有吗？就这个。第五题。这个把它抄下来就好。再抄下来。第五题。
哦，趁还没擦掉就把它抄下来。什么？趁还没擦掉之前把它抄下来。擦掉抄。没有啦，这是第五题啊。理解就是第五题啊，就可以自己写啊。我们先不用抄。不用抄，不用抄，不用抄。给你，给你。啊？我还以为你跟他说给我，还有下一题。你要帮我改分。给我干嘛？哎，通通打100分就对了。两张。一倍是两倍尖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尖。这是凸嘛？凸面镜。凸面镜，凸面镜。来。你要吗？啊？简单机械。什么？就是弓与弓后面的应用。好啊。好，来。为什么他说好给我？啊，你也要啊。你我是不用问你的、啊，科学。我对你多好啊！好，啊，你奇怪那牛肉出来干啥？上礼拜其实还有一题哈，在简单机械里面，精力平衡里面还有一个叫做，在机械装置中，省力跟省时能二择一，是与三种不同的机械装置。说明其成立或省时。哎，这题我就不解释，放在上面，我就不解释。但是我今天课讲，你应该就听得懂，哈。你就应该跟我一起写的哈。好。啊，又有一张哦。对对对。不要。不要不要。不要那个陈玉，你先跟郑宇一起看一下好不好？看什么？哎呀，那你就送郑宇好了。啊。不要。那你自己抄题目哈。不要。请举出支点不同的三种杠杆应用，这需要解释吗？要。请你解释。好，我简单解释一下。跷跷板的支点在哪里？中间嘛。啊，跷跷板支点在中间，对不对？给我啦。然后。我不要抄。给我啦。吃饭的时候。等一下了，我没有啊。我说共看，一起看一下嘛。给我啦。哎。我在心上面写。那个跷跷板的支点在中间啊，然后那个我们吃饭的时候用筷子，吃饭的时候用筷子，焦点在哪里？支点在哪里？手在哪里？中指。我们要试一下。我帮他试看一下。好。中指。假设在吃饭。位置，虎口位置。哎呦，我也有。啊，吃饭的时候。焦点在哪里？支点啊，支点。啊，这点是不是像我的手这点感觉比较在这边，没有大拇指没有动啊，啊，有没有看到？我的施力点一样是我的食指跟中指在施力，我的焦点是食指的关节这里，这点啊，这点是关节这里，那抗力臂在哪？抗力点在哪里？抗力，这是施力点嘛？啊，对，所以支点是在后面。帮我打100分。支点在后面，支点在后面，施力点在这里。嗯。那位先生，黄真啊。哦。啊、哦。那我要夹东西。抗力点在哪里？东西嘛。我来看看。东西上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点上是抗力点。对。所以你要想的是，这个筷子是一种什么样的装置？是省力吗？有没有省力？有。有省力吗？好像没有。没有。想清楚哦。能。筷子。这根筷子不动的哈，这根筷子不动的。我的食指，好吧，有吧，这样子，这是我的我的这是支点，然后这是施力点，这是抗力点。那手指吗？手指头啊。那个。这样看起来像不像？成像位置。让我实验一下。方便你实验一下。每个人拿筷子方式不一样，我刚拿的方式是。是类似这样的，支点在这里，啊，支点在这里，支点在这里，施力点在这里，抗力点在这里，所以这样拿的时候呢，这是省力装置还是费力装置？费力装置，啊，也就是我假设这边施了50克的力的时候，我这边需要多少克？要超过50克，对不对？可能好几倍，可能3倍或4倍。这是那种举出。有几次就举出不同的。就找例子啊，刚才学会讲就是去捡例子啊。那么多。
举例像是你要在上面写筷子吗？对啊，你可以写筷子，画简单画出来啊。是要画出来。简单画出来。可以啊。千金顶算。你写千金顶算，千金顶算。对，那你要画出支点在哪里？焦点在哪里？焦点是一笔，一笔。千金顶多种哦，你想的千金顶都想的不一样嘛。我早就忘记，我只知道它是用来顶直会写字块。那你要画出来，因为千金顶的支点跟抗力点。太空气。太平间 ，OK， 看出这个哪一点。对，另外一种功用就是用来让那个水后盖把人抬到一个神奇木上，然后人就会被插到神奇木上，然后就什么？响？有没有功能？有没有功能？响那个啥了？那个长功能。我真的有这种功能。我没听过。我找工具给你看。我没听过这功能，吓死你！你上 YouTube 上面去找那个《怪鸟传说之谜》。真的？对。哦，好。但是 BA 六九八一哦，可以麻烦下次可以把理解寄给我看一下。还有头洗盘，头洗盘，头洗头洗盘。好，练你什么？拔罐。不过有两三个小时。笑笑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进到滑轮哦。滑轮是什么？神力。滑轮是什么？滑轮是神力。老师，等一下，我等一下。会的，会的。好，慢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Solo，Solo。是。Solo。讲完了。那我觉得只有两个。那你不能叫我美德，你自己想啊。它支点就分在中间跟在边边，还有头上。好，很好。第一个是那个支点在中间的是神力或费力。收尾是要看哪一边长。OK， 非常好。支点在边边的是神力或抗力。费力啊。一定吗？不是要看你从哪一边。OK， 没有错嘛。有的是从这边施力，有的从这边施力嘛。我如果从这边施力，然后抗力在这边的话，那这是。这费力啊，因为施力臂比较短嘛，施力臂比较短，所以它费力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有那种例子是，支点在这里，然后施力点在这里的，有没有这种例子？想看什么例子？然后还有什么？要下去那个东西就起来。不是哦，起来的话是这种哦，起来是跷跷板的哦。我如果这样施力。我要把东西弄破，有没有这种机会？没有。怎么没有？有那个什么？撞击器。咳。啊，没有。好了，有一种东西。等等，下高桃。啊？捡核桃。捡核桃没有错，捡核桃就是。这个地方在这里。对。这是气球。不是气球啊，这是。任何一个球。刚刚讲核桃就可以了。还是它这里压到怎么压碎？你核桃看过没有？没有。要把核桃弄破的。核桃放中间。这是一个握把，我就直接握起来。这里啊。啊，这不是支点。你说什么？还是一个金属啊。我在把核桃弄破的过程当中。然后核桃就爆啦，然后。我在把核桃弄破的时候，我要把核桃弄破的时候是这边不会动，我是压这两边，那这边，咔，就这边就破了。哦，好像也是。是。小易。等一下，他先的。支点的位置一样吗？支点位置一样，什么支点位置一样？不一样。但是支点有可能在外面，支点有可能在中间呢。那我们是抵抗支力点的意见。支点会是不同的三种。比如说这样这样。我觉得只有两种。好了好了，这样讲也可以。支点在中间，支点在外面的两种。那我们要是两种。好，可以可以，不行。为什么？这样不符合题目了。可以两种。好。我要问你。你说，请说。你可以重整一次。我刚刚写第一题。你下次不要先写，下次先听。赶快吃。因为我会写。好，想一想，这是把核桃给弄破的前提。不是核桃，不，那是核桃。核桃。长出来了。你不要管核桃长什么，就讲核桃。没用话的话。我说核桃，它是核桃嘛。核桃。核这里的核这里的。核桃，逃走的桃，在这里。哈哈，谁说是逃走的桃？心哪急呢？逃走的桃，知道。好，我知道。这是核桃逃走的，好，核桃。好，核桃，我把压迫，我是不是可以用一个钳子，成玉？嗨。我这边是支点，
我这边两个一压是可以把核桃压破。对呀、啊。然后这是一个省力的。干嘛把的？请问这是？这是省力装的飞力装。省力嘛，因为核桃用手压不过嘛。对。对不对？对。哦，那还有人更夸张一点，他用那个嗑瓜子的嗑瓜子机器，咔嚓瓜子破了，咔嚓瓜子看过没有？没有。没有看过。用那个应该用你看过吧？看过嘴巴。跟我们用那个。啊，你看过那种螃蟹脚那个没有？蟹。哦，我有看过。用锤子敲是一样道理，蟹下也是有。我听不到。他用硬币酒看，我没有看过，我用嘴巴有。他应该是把螃蟹都把那个螃蟹壳、螃蟹脚就放在这里啊。什么？好奇怪的东西哦。好。好啊。螃蟹好像怪物的手。好了，我绘画不好。哪有你画小福画超像？然后小林他们那一堆都很像，是吧？小叮当吗？真的很像，好不好？可是用这画就不像了啊！你看，这很丑哎。这样很丑吗？丑毙了！没有力了，板书差很多哎、欸，把你要用纸的，你上次对啊，你用纸画，不要画不太像。画像。把你跟你小叮当的跟黑板画一样大，对，画小叮当，画小叮当，小叮当，小叮当了。对，画小叮当。好，那个小叮当那么简单。这最重要的嘛，小叮当的这个东西。贼贼，对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发财，不是吗？厉害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戴眼镜啊，你会比较省力，
啊，这比较省力。当人家讲什么你不听的话，你回家复习，你又还是听不懂，那就费力了。小雨，那如果两个轮子，然后这样。对，我们等一下再讲两个轮子，我们先讲一个轮子。那为什么这样做？个人问题，因为方便施力嘛。我一公尺公斤力，我做了用，我拉了一公尺，我是不是十公斤？这是公斤是质量，我必须要乘上6.8，变成牛顿，再乘上一公尺，我做了这么多功，跟这物体上升的一公尺，它所得到能量是不是一样？啊，对，一样嘛。但是它是更容易施力吧？对，这个重点是在这个滑轮，重点在让你动更容易施力，就这样，这是动定滑轮的部分。那什么叫动滑轮？假设现在有个墙壁，我记得这小学不是这样。我把一个轮啊，什么？我说这小学是这样。小学学过，但是我们现在解释一下为什么。啊，我们现在呢，把一个轮子放在这里，然后呢，上去之后呢，我人一样在这边拉绳子。好，我在拉它的时候呢，这下面掉了一个东西。掉了一个质量 m 的东西，好，我请我再往上拉，我有没有省力？有，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省力吗？没有。对不对？我没有。看一下。木有。啊，你可以看一下吗？没有。有没有省力？木有，木有，木有。好，想看。哎，没有。我们是不是前面讲过静力等于平衡？对啊，省力。假设这个质量是 m， 这边要多少力去平衡它？有啦，这样有。要多少力去平衡它？2m。它的质量，它的力是 m， 二分之一 m， 二分之一 mg 哈，我们加个 g 哈 ，g 是重力变成力量 ，m 是质量加上 g 变成力量哈。二分之一 mg， 这边是二分之一 mg 啊，是不是？嗯、所以我是去把它拉起来，才二分之一 mg 的力，我省力了啊。它一边它固定的啦、啊。一边固一边力给墙壁给。它就一半撑住二分之一。我先帮你放在这里。好，想一下。那我这样子的缺点是什么？有没有缺点？有。什么缺点？不好施力。要是那么轮子快掉下来，你就好。不好施力是不好施力，但是我们先不讲不好施力的缺点。不好施力方法很简单，我就再放个轮子把它拉下来，就好施力了嘛。对，我是就好施力了。墙壁上的水。那缺点是什么？那个轮子如果墙壁会坏掉的话，不是这个问题。墙壁会坏掉。缺点是什么？缺点是什么？缺点是什么？自节。有。缺点是什么？会被轮子卡住。那个轮子。那是动滑轮吗？这滑轮对，这是动滑轮。缺点是你往上拉它，你往上假设你往上拉了一公尺，那它因为它有两边的距离，所以说它只会上升50公分，所以说你要拉比较多次。呀，没有错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没有省力吗？有省力，但是费时。但是你要费时。要花两倍的心。假设上次我们想要把它拉10公尺，我们要把它拉10公尺高，我必须拉20公尺的绳子，懂吗？有能。我必须拉了20公尺的绳子，它才能上来10公尺，因为它是二分之一的问题。我的施力。所以就是说它要变成平衡了。它还是平衡的。你想看，假设以能量来看的话。我这样的方式，二分之一 mg 的力，假设我拉了20公尺的绳子，我得到多少功？我做了多少功？十，是不是十 mg 再乘上 m， 这是距离的 m 哈。哦，对不对？还记得。那我看这边，我上升了多少？我上升了多少？是不是 mg 乘上10公尺？是啊。嗯。十公尺用小写的 m。是不是十 mg 是力嘛，再乘上10公尺，是不是相等？嗯，对。我所做的功等于它得到能量，它得到位能。所以这算是能量守恒吗？是能量守恒，没有错。怎么会这样子？那干嘛用滑轮？但是省力啊。假设你现在掉一部卡车，你没有用透过这方法，你可以把卡车扛起来嘛，又给人力量。那不如放脚踏板就好了。好，所以我有个问题是，请参考，吊车的设计，设计出一组滑轮组，可以节省1/8的力量，也就是我只要花1/8的力量就可以把它抬起来。比如我有一个人重100公斤，我们这种滑轮做的话，只要用15公斤的力就可以把它举起来。有办法画出这样的滑轮组？ Okay 啊、好，请画出来。好，滑轮的功能是什么呢？要知道。滑轮功能就是改变施力。在哪？
哦，改变视力方向，让你在视力这比较方便一点。好，我们画出设计一个滑轮组，让它可以省力87%。省力就好了，不管时间。不管时间啊。就是发动机，你只要是一公斤的。Yes， 没有错。但原本要什么？现在有三个。对。但很费时间。是四个。很费时间，你要八倍的时间去。安静啊。哎。我那个修音的问题哦，那就看你选的费时间比较，还是选的费看需求啊。没错没错。比如说脚踏车。脚踏车你要上坡的时候要选择省力啊。最佳。最耗时。耗时啊，所以你踩一圈它等于动一圈啊。可是你的平路已经开了，已经骑很快了，这时候你要想说，我踩一圈就能走八圈。可以。嗯。所以要失败就不用省力了，因为你力量。错，我知道我知道。教你，我教你。哎，走快，等一下，我先。这样踩，首先就是线，然后滑轮，小轮，滑轮，大轮，小滑轮，滑轮，上升滑轮，啊，滑轮，这超省力。不然你很重啊，你自己的体重要举起来，滑轮一大力量啊，所以你要省力的这样子。爽死。对啊，就能够一踩一圈，踩两圈一圈，那更省。挂啦。对啊，那就用省力换举力量。原来如此。对啊。OK， 阿木第一手把胖子抬起来。你一开始我，你有什么在跟我讲没有啊？我把地球给起来了。想好了没有，这位同学？快了。给我啊！加油！滚啊！好，拿去。我的目的是把胖子抬起来吗？把重的东西抬起来，不就是胖子？你刚才就是。所以你要拿什么？拿书的。对。OK。一。好，八分之一。八分之五。想想看呗。有好几个做法，有种是定滑轮做法，就是动滑轮组。对吗？那他这个方法就和我一样啦。OK， 都可以啊，都可以。好 ，OK， I know。You know， good。I know。有好几个做法。走开啦！好几个做法。给我啦。你只要省到八分之一以上就算。等一下。八分之七以上就算了，你可以省16/15也可以。我刚好像看错了，那好像。一定要。啊，下课了。真的假的？下课了，对啊。没有下一节课。没有下一节课。真的假的？那么快哦！啊！小姐是这样子，对吧？对，有点点道理，有点点对了，但是不完全对。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啊？毛毛虫是不是？这是省力方式。毛毛虫的办公室方法跟省力方式。毛毛虫。省力，你看我的才是。你看你搭这个的话，手是重还是不会重？啊？老师，你这个固定在那个板子上吗？我要写的。我这样写。那个这个，这个，对，我这个。啊！你现在就做这个。我又不是刚刚做的。哎，电脑是慢速快快动。这写的电脑，这条线。哇！走开啊！我要打你。电子也会晕，电子也会晕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上手会晕。为什么？因为电池有电压。电池有电压。有电压。有电压。有电压，不讲电压。所以才是花好多电压。怎么样？哥好，滚啊！哥，等下我跟他一起哥好。哥要不要？滚啊！这给你一个决定的机会。滚啊！嗯，我跟你讲。威，我是双刀的。好朋友。我是双刀的。好朋友来。我们来做个小心啊，那个陈佑跟。要玩沙包？要来烧吗？拿这个玩沙包。没有啦，小心。他这个他都不起来了，做废物才夹不起来，给我夹起来。要干嘛？废物。可以。干嘛？来抓掉。两只手。
对，干嘛？你到那边。干嘛啦？然后做个小时。再说一次，干嘛？干嘛啦？你们要把它分开，我要用绳子套起来，把它分开。他要把你们绑在一起。我没有没有没有，像这样子，就是你们两个分开一下，你们爸爸分开。已经九点了，两次。好，那我没话，我给你。哦，没话没话。那如果说再分到一圈，好，那就分不开了，男女身上也分不开了。是，我让你两个。使出吃奶的力气。等一下啦。奶，你有吗？好。啊，钳子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放不开对不对？我的力量比你力量大。哇，好厉害哟、哦！这是神力装备。啊，姐姐，不要逼我。哎，你先。这个在。这个在。你先赶快把它拿走。啊！哎。有差吗？解析度才，才900以上而已。好吧。那么少玩什么？横1000多，然后那个，就是宽1000多，然后长八百。